刘云快点。正常。吃这个吧，这个是绣花的，我穿不了小绣花的，但挺好看的呀，你试试呗。我穿不了这种，那再看。我没有那个气质穿，穿上特别像村姑哎。你试试。想买啥样的裙子呀？想买个简单一点的。白色的吗？纯白的吗？不是纯白，就简单一点就行了，什么颜色都行。这边都不是简单的，这边都是花的。那边。这个不是太多，我穿这个身上太显胖了。要不然你以为试这个吧，试这个。这个我能穿出来，多仙儿。最好看的，方便。这我跟你们俩一人试一个，好，不习惯。嗯。那你想让我试哪个？看你喜欢吧。啊，你的刚刚好。我试一个黑的，你试个白的吧。好。那就试一下这个吧，专门。一人试一个吧。可以啊，两个人穿起来挺好看的。等会儿拿下身高。我穿这个好看，真好看。好看。嗯，真的好看。对，显瘦，比那个显瘦。我能驾驭白裙子。真好看，白裙子谁都驾驭好吗？真好看。是。你要不然就买这个吧，这个挺好看的，其实。比刚才要好看。一会儿给你套上。香。哇，有花！哇塞，好浪漫呀，还知道买个花，送你的。那干啥？哎呀，好看吗？真好。那真好，婷婷，再看一看。那再看别的，再看一看。看看裙子，你买不买？你先看吧，看完之后我再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你不是有300的会员吗？就是积分可以加9.9了，就可以换积分一件9.9。对，相当于9.9可以占买一件。这些都是。然后你朋友不是也有积分吗？一人换一件，正好一套。这些都是。这些都是。你看这一套就20块钱不到，是吧？特别合适。可以，现在这都是活动的，行，可以行，稍等一下就好。这个，你把这个拿上来，质量特别好，你看，可光了，而且是乐意上品牌的，原价这个都是100多的，现在买9.9，对你有机会的，如果都有，换下这个，9.9一件，这个要拿衣服，你先看看啊，行。9.9。小弟，我给红玉看也有蕾丝片儿。嗯，对，对，嗯，其实这个色还可以啊。感觉这个有点。你色这个美少女的，是吧？是。不是这个，因为这太露呗，太短了。买啥？不，你不买啥？快点！给你买的，给你买的，给你买的，谢谢。嗯，这个那，这是啥了？那个了？不是，你看这多贴心。走吧。嗯，看各设计给买一个了。你个才没有那么浪漫的。姐，我摘你玩嘞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明天我还给你买啊。摘，你在明天了，不要叫我出来了，我不出来当电灯泡了。你那是摄影师嘞？不然，那我也不当了，摄影师也不当了。别套开吧。嗯。行了，让他后边。行。来。挺瘦的，你看到底是瘦了好看。你看好了，已经长回来了。这时候现在就从无锡没有刚从北京回来的嫌弃了，也当时不是人家也不现在也不行了。你要说当时我多瘦呀，那我现在还这么胖了呀。嗯、这个短的这个背心感觉让我当肚子。老想往下坠坠呀，这都。我现在体力搁这边还不能多了。对了，我要是穿这个衣裳出去，我都有点窝脚。